大家好，我是小薇。今天我们来到开封最著名的夜市鼓楼夜市，来尝一下路边最简单最普通的小吃。这是咋卖的呀？五块钱一份，是一块是吧？两块哈，好。要一份吧，要辣椒。好的。哎，你俩等我吧。好了，5块钱。好的。辣椒，那你这酱是啥酱啊？好吃的酱。好吃的酱，看着可像芝麻酱，我说。辣椒。两美女，两豆腐，8块。这个是俺的吧？要啥？给俺多抹点那酱呗，味儿重点。要五串吧。不知道剩多少哈。他家这个酱面儿，骗哪来了？我去看一看这个哪了。我感觉做这个豆腐非常简单，就是用铁板把豆腐煎好以后，淋上点酱汁、辣椒孜然。啊。